开始讲了哈，今天要玩游戏就是这个《异教纪元》，那它这个英文呢，我一直叫它培根 Online。对，那它是一款 ARPG 的线上游戏。那我们就直接来看一下游戏是怎样的，然后有哪些角色哈。OK， 就看到是这里有十只角色，它有两只新角色，赫克托跟艾尔森这两只。不过呢，对完全没玩这个游戏的玩家呢，每个应该都是新角色了。双持这个好不好？这一定怎么样？快！好，那我再讲一下这游戏的特色，它是章节式的激烈 PVE 游戏哈，所以是打怪的。大家如果不喜欢 MOBA 什么的，就不用担心，还蛮需要一些操作跟走位的。这游戏的这个世界观的灵感是来自于前基督教的神话 Pre-Christian Slavic Mythology 的原创幻想，三个难度的层级跟五幕的单人战役，然后还有多种游戏模式，还有日常事件啊、狩猎怪物啊、暗杀，就是会有任务啦。它可以两名玩家于任务中共同合作，然后还有很多的战利品跟装备，总之就是打怪、练功、刷宝，就是这么简单。好，我就是很快的带过这游戏的特点，主要当然是来玩游戏。安雅，生命吸取者，智力，他是拿鞭子的。哎，这个我菜哦，看一下，哇，这么大条哦，技能数。伊斯托科，坚定守护者，哎，这个很适合我。长大了之后就是喜欢这种保护者，小时候比较中二的时候喜欢那种刺客，现在长大比较喜欢这种保护的感觉，很爽，很硬，这样子，硬就是硬就是硬。金格维奇，哦。这个大斧头，对不起。There has always been darkness. 就这样了，没得选了，没得选了。这么大只的斧头， And in that darkness, there was always light. 怎么说？有斧头还用选吗？说的很好。看 WASD 移动滑鼠左键攻击，右键中键 F。一 shift 跟空白键是使用法术，就是这么简单。他讲的好像真的很简单呢。来，我来看看，感受一下。斧哥冲啊！斧哥万岁！冲啊！小心！哇，你们好勇敢啊！钻起来，劈起来，炸起来！我超爽的啦！冲啊！抓你！最后一波敌人，来呀、啊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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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呀、啊！哦，哇！我的肚肚 ，War Gaming 出哦，不对，那不是字，那不是他讲的话。Madhead Games 制作，Pagan Online， 连神都可以打败，他谁？可以选择难度 ，OK。我当然先选个怎么样？不要好了，先普通一点啊！我没 care， 撞死你！爽哦，爽爽爽爽爽！快捡快捡，能捡就捡。哦，不用走过去捡，真好。哦，我们应该可以打打看男的吧？哦，不行，不能这么那个。这铁匠妹妹真的可爱哦。Ten seconds later， 哎，他被打死了！我天哪！不准！铁匠妹妹气到不行，怎么挂了？妹妹，她就这样爆了，她就这样离我而去了耶！不能这样啊！我才刚说这角色好可爱啊，直接嗝屁是怎么回事？太过分了吧！哦，最后一波屁啦！不可能，不可能！哦，成功了，拿出来了！哦，好多东西哟、哦！哇靠，这什么鬼啊？运气也太好了吧！我刚刚上一把是十几，现在一百多哎，他战力直接700，是什么鬼啦？太扯了啦！最好是第三个任务就打到传奇啊，他把传奇讲的跟什么鬼一样，然后我第三个任务就打到传奇，是哪一招？爽哦！怎么会这样？我的运气这怎么办？那我不要买大乐透了，我现在应该通通秒杀哎，我管你什么狗屁，通通秒杀哎！去给你看一下我这只斧头是什么鬼，你看。直接两条血的怪变两道砍死，这什么鬼？这什么鬼？我不用玩啊！好、哦、召唤的这么厉害啊！啊，是哦，砍屁，还没拿到。还召怪啊？没了，抱歉。干，那 BOSS 的盾一刀就爆了。什么傻眼？
有没有办法打强一点的怪啊？让我先爆升级等再说，好不好 ？A true opposite to the icy calm of his sister. 太扯了吧！而且这只也不是伤害最高的、欸，铁匠铺启动可以强化你的武器，还伤害加成呢？不用吧？哦，我死了、欸，我太大意了。时间差不多了，我再跟大家介绍一下，今天玩的游戏叫做《异教纪元》或者是《Pagan Online》。刚刚如果大家有看到的话，它就是 PVE 的游戏。如果大家比较不喜欢那种对战型的、啊，或者是、就是 MOBA 类型的话，那这种 ARPG 练功的，你们应该就会觉得比较喜欢。而且它的那个技能打击的什么都很爽。那当然嘛，制作武器啊、装备这种系统，它有在里面，它有物品，还有不同的稀有度。像我刚才就打到传奇的，爽到歪头。喜欢这样子 ARPG 的刷装的浓等的，应该都会可以去试试看。那今天这个异教纪元配梗来就先玩到这边，感谢大家收看，那祝大家周末愉快，拜拜。